假装没看见喜欢的女领导妈妈在车上。给你这月工资上交去。我不要，你自己留着吧。不，咱家不你管钱吗？给你。哎，我说我不要，让你留着你就留着，你给我干啥？你跟平常晚一天给都不行，这今天是这么反常的呢？发烧了？你别闹。哎，快点拿了吧，媳妇。哎呀，你说啥呢？你在那儿？媳妇吗？那平时我不叫你媳妇儿，你都不乐意。你看他今天咋听够了？哎，叫宝宝。你哎呀，别乱说了。眼睛咋了，宝宝？没咋的，我眼睛激动一点吧。亲一口就好了。哎，阿姨在呢。那也不背点人，你们平常。我有事，我先走了，晚上回家再说。那你慢点走啊，妈。你干啥呀？我那么给你使眼神，你都没看见我妈在车上。我看着了，我在车下面我就看着了。你故意的呀你？啊，我先。提前让我照明，是你呀？等我回家来说的。走啊！给我来盒这烟。少抽点儿，姐夫，抽多了对身体不好。啊，没事，嫂子。你跟我出来，我哥知道吗？嫂子。嫂子。